乐平，上次足球输给了你，这次让我们再来一决胜负吧。好，来就来，我接受韦斯你的挑战。那我们这次就用立定跳远来一决胜负吧。来吧，这次我也不会输给你的。来，乐平，你先跳吧。好，那我就先跳了。嘿，哎呀，一、二、三，嘿！好了，我跳完了，轮到你了。哈哈，才跳这么点距离，我随便都能赢你。等你赢过我再说吧。嘿嘿，哈哈哈，你看看吧。嘿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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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哦，一、二，嘿，嘿。哎，哎呦，哎呀，好痛啊！我摔到脚了。韦斯，你怎么了？没摔伤吧？啊，好痛啊！你先忍耐一下，我去叫大姐姐过来。好痛啊！啊，不好了，不好了，大姐姐不好了 ！Pink， 发生了什么事呀？大姐姐，我和韦斯比赛立定跳远，可是轮到他跳的时候，他突然哎呦的一下就摔在了地上，还说摔得脚好疼。你先不要急，你带我过去看一下 Rest 的情况吧。好，快跟我来。Rest， 你现在感觉怎么样了？大姐姐，我的脚好疼啊。Pink， 刚才发生什么事了呀？刚刚我们在比赛立定跳远，可是轮到他的时候，他一跳出去就把脚弄伤了。大姐姐就是这样。原来是这样呀 ，Rest， 你这小傻瓜，你是肌肉拉伤了，肯定是因为你没有做热身运动呢。小朋友们，夏天是适合运动的季节。爸爸妈妈经常带我们出外做户外运动，比如跑步、踢足球、踢毽子等。我们在进行运动之前，必须做一些热身运动，让身体避免受到运动的伤害。Pin Rest， 你们下次做运动或是比赛之前，记得要做热身哦。知道了。知道了。所以小朋友们，你们下次做运动或者是比赛之前，一定一定要做热身运动哦。那么小朋友们，我们下次再见哦。拜拜。